我自我介绍，我姓刘，名叫梅西。啊，首先我想大家配合一个动作，就是麻烦把您的电话调成静音，好不好？好。那么很高兴今天我能够成为My Team 37 Mayor 大领导2024年的第一场领袖培训会。那我是今天的大会指挥。那欢迎大家今天一起参加这个从早上到傍晚的领袖培训会。那么今天，尤其今天是星期天，本来你们应该是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或者是跟朋友聚餐啊，或者是跟朋友出去吃了。那么所有来的人都是看到什么，就是来到这么一个漂亮的豪华的公司，我们的立威总公司。那是因为你们想拿到这里，拿到一个力量，也就是想要成功，对吗？对啊，想要成功的人都会来这里，因为在这里的话，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那么现在是这样的，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人不舒服，所以有点紧张。那么我们立慧国际公司今年是在2008年开始的，那么至今已经有16年了。那么我们的总裁林文峰带领着我们国际立慧国际公司，我们的产品去到全世界。那我们是新加坡公司，所有任何角落，所有任何不同国家的人吃的产品都是由我们新加坡开始的，所以我们新加坡是很有希望的。所以身为你们这些在新加坡的人，你们要看得懂这间公司。那么我现在也不好意思没问题。因为我昨晚病了一天所以 我吃了药头昏脑胀的，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有失去这种状态，也是第一次，我声音还是沙哑的啊，整晚没睡，不好意思。对，因为我现在脑袋一场空，不好意思啊。那么我现在就是OK， 我在是这样的，我们的Mayang是在2012年，我们的Mayang是加入这个新加坡的团队。那么他一个人走到全世界，也就是说他一人就可以发展到全世界，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立慧公司所有的伙伴，你们一个人在新加坡刚开始的时候你们只有一个人，那么下来的话你们就会发展到全世界。那么他一个人的话，他本身自己很扛起责任，然后带领着我们。现在我们台下所有的人都是属于 Mayang Team 37大领导 Mayang 的团队。那么我们身为他们的
身为他的伙伴，我们都很有希望，因为梅阳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他扛起大领导的责任，带领着我们去不同的国家去创造事业。对。那么下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一场领袖培训会能够成功，我们也是要感谢我们的一些工作伙伴因为有他们的协助，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温馨的场地。那么以此七早八早，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都来排。那么我想借助你们的手，给他们这些人一个热烈的掌声。还有就是我们是新加坡公司嘛，我们的立会公司老板很看重我们新加坡，所以他就会请了很多发展部的人来帮助我们所有的伙伴策划还有训练。所以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 Alston 跟其他的员工，那也是借用你们的手来给他发展部一个。那我们公司是在2008年开始，那至今已经有16年了。那是以我们的林峰峰总裁带领我们，那么发展到很多不同的国家。那我相信只要你们肯给自己一个机会的话就有机会像我们这些领导的话能够去到不同的国家。我是在2014年7月加入的以前我是试试看而已。进来的时候，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传统生意的老板娘，那么我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店，那是因为没有照顾身体，所以我的身体除了免疫力下降一直生病。那么当初领导人一直介绍我，我都是不相信的，直到我只是试试看的话，然后也很不认真的去做。但是我看到我们领导人很用心的来邀约我，然后我看他们也是很认真，所以我就试试看去做的话，那做得也不错，我也有一帮小团队所以只要你们肯的话你们就在有机会。那么你看我现在是新加坡人，那么我的团队里面有很多是下面的人，他们可能有一些外国的朋友我也有一个下线，他有捷克波兰的客。你看我们在新加坡，只要我们有一个手机在手的话，我们可以发展到不同的国家。那么这个公司里面它的有一个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只有一个产品。那么这个公司它本身是从一个很小的公司，然后由我们的林峰峰先生发展到全世界。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是国际化，那么现在我们的公司已经发展到全世界。那全世界他们所服用的干细胞都是跟我们新加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总公司嘛，所以他们所服用的这个产品如果我服用的产品都会给我们带来了生意，带来了就是说也让我们能够走更远的一步。那么今天我是
大会指挥我主要是要今天是这个领袖培训会，我首先我要介绍一位这个人，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我们的梅阳大领导家的时候，因为他请我们去吃饭，然后我就在他家里面认识的一个这个就是等一下要上台的徐伟东。那么他是一个大学生哦，但是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因为他特地请他来煮东西给我们吃，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他那时候是黑黑的壮壮的啊，然后讲话带有一点口音，那么我是听不大懂啊，因为可能比较口音比较重啊，但是他是梅阳的，以前梅阳做生意的时候他是做手机的，那么他是大学生嘛，请来新加坡是跟他管理那个店，说管理店的话他就我昨天跟他聊一下，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已经购买一套，那么他只是服用，直到2022年的时候他才正式的加入。为什么呢？因为他梅阳做到很大生意的时候，他把他传统生意结束了，然后他就去外面做工。那么做工的时候，因为以前我们的大领导习近他是不认同的，可是他看他的太太越做越好，那么很多团队都跟着，所以他的先生也加入了。那么这个徐伟东是他的妹夫，他看到哇，我多久没有看到他们两个都不一样了，所以他也进来，在2021年他进来看看，那么2022年他全职的加入，目前是三星领导人，那么他有大学文凭哦，而且他是从服用的这个产品，他有什么特征？越来越帅，因为你们以前没有看过他吗？在我的印象之中他越来越好看，讲话现在也很清楚，等一下上台的时候你们看他的表现。那么他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是叫产品的魅力，那么我们有请伟东上来分享你的产品的魅力。六位的领导人，六位的伙伴们，我新来六位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好。今天我真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还是第一次做一个讲师，有这样的机会站在这个舞台，真的又是紧张又是兴奋，脚踝都有点飘了。然后呢，应该说，真的我要真的感谢，我们这个团队的领导们。未来的即将成为我们那个天龙的首席的梅阳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还有呢，感谢我们的公司能够提供这样一个舞台让我们大家有这样一个场合来这里学习和提高我们真的再一次给我们的公司，我们的梅阳一个热烈的掌声。刚才我们的大会主持已经把我的情况略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所以说应该知道我可能是一个也说是中国过来的也算在新加坡也已经十多年了那我本人我姓徐名伟东，那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徐向前保卫毛泽东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能有机会说我可以在这里我真的要感谢我们的领导在座的各位我想很
很多人，比如说我们穿黑衣的很多人，都是因为我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主题而进入我们这公司从事这个行业，对吗？那我真的可以说是少数几个，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正确的领路人啊，我的一个恩人啊，让我进入这个公司，了解这个平台，使得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六月人啊。在这里给我一个努力的掌声吧。那在我的印象中啊，我们买丁上市局团队还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办这样的一个领袖评训会，那我也真是很荣幸啊，能成为今天分享的第一个讲师。那怎么说呢？我是突然之间脑袋里一下暂时僵住了。那真的是啊，有这样一个场合，有能够举办这样的培训会，我真的啊要感谢我们在座的各位领导人啊，我们在座的各位伙伴啊，还有来自各行各业一些新的朋友啊，能够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场培训会。那么说实话，既然大家都已经花了时间在这里，都已经放下自己手上的工作来到这里，那么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啊，真的是静下心来啊，要排除外面的干扰啊，能说真的是认认真真的来这里面聆听这样一场领袖培训会，看我在这里面能够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听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让我能有所收获。哦，在这里啊，真的是要给你们自己本身一个热烈掌声。那今天啊，本来应该是礼拜天嘛，礼拜天的话，很多人可能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啊，可能要陪家人啊，可能要回家庭日啊，也可能约了朋友出去吃饭喝酒，对吧？可能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那为什么今天大家可以说放下手上工作啊，放下手上自己要做的一些事情啊，能够来到我们这样的场合，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啊，来场所以说花差不多一整天时间来这里，为什么？可能我们都在寻找一个答案，对吧？那么这个答案说实话就跟我接下来要分享的主题很有关系，这可能就是你们想要找的第一个答案，对吧？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正是因为我下面要讲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我们很多领导人就是因为这个主题这个产品而进入我们的公司来从事这个行业啊，所以说呢我接下来要分享主题啊，过了吧，还往前啊，就是产品的魅力啊。那很多朋友就说到这里来啊，知道我们这个公司吗？知道。了解我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吗？或许有人这里面有没有说啊，我是被骗来的，或者说我是被人拿着刀顶着我的腰啊胁迫我过来的，有没有啊？有。啊，没有啊。可能呢有的人说，哎，我是为了支持朋友嘛，啊，来这里来啊，支持朋友的心态，那么你也是来这里面啊，有这样一个学习啊，有这样一个让自己可以看到一样东西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给自己有所改变，或者说可以让自己在这里面可能觉得更会成功，还是说可能让自己啊在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找到以前我在其他的地方啊得不到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啊？对啊，所以说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要想来嘛，想来这样一个地方啊，可能啊真的是。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的公司是做什么的啊？我的人就好像 OK， 我看了这公司，那么这公司是做什么？
我们公司是组合办的。那我们讲啊，以前啊，实际上我们啊，很多人实际上平时啊，都应该说，在社会上或者什么，都是说一个销售人员好，或者说是一个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说吧，可能啊，有的人是在外面开店卖服装的，有的人是在外面什么卖吃的。那有些人呢，像我以前一样，可能在工厂或者是做过靠自己的能力来卖自己的能力来赚钱的，对吧？那也有的人可能啊，他是一个什么好的设计师，他是卖他的脑力，卖他的智力来赚钱的。实际上，就说我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啊都是在卖东西，只是说我们卖的东西不一样而已。是不是啊？啊，那么既然我们都是卖东西的，那么我们就应该说不应该对做销售或者说对做这个行业有排斥吧，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接触过这样呀，只是我们以前所卖的东西不同而已嘛，对不对？啊，我们都是卖东西的。那么所以说卖东西，什么东你要卖什么东西就很重要嘛，对不对？你既然是卖服装的。你可能是卖吃的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卖这个，对吗？你想过我们为什么要卖这个？那讲到这个，讲好像我们讲啊，什么行业可以说在这个市场上面啊，什么行业你认为哎这个行业我可以一直做下去啊？以前有这个行业，现在是这个行业，将来啊这个行业还会存在的。可能你们讲呢，好像房地产不错啊。反正人都要住屋子嘛，一直有人们一直在建屋子的。那这个行业是不是也有什么也有高峰也有低谷啊？对吧？前几年可能房地产都很不错，大家钱很好赚。那这两年呢，这个房价是不是觉得大家特别在中国是不是觉得这个房子好像不行了嘞？好像都没人卖屋子了嘞，这个房价好像低得很厉害，是不是啊？它又多于起伏。那好了，那以前比如说我们做电话卡行业的，前二十年这个电话卡生意是不是很好做啊？是不是很好赚？那么到现在呢，因为什么？因为科技发达了，网络发达了，我打电话我去跟国外联系我还需不需要电话卡？不需要了。所以你看这个行业或者我做的这个事情，可能一段时间以后你就没得做了，你就没有生意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啊，我们卖什么产品真的很重要啊，我们选的行业真的很重要。这个行业啊，是不是说是好像这一个常青树一样一直存在的，对吧？那我们现在看啊，我们健康行业，我们大健康行业是不是这样一个行业啊？是。500年前人们需要健康，现在的人也是需要健康，现在人家是更需要健康的，因为什么？生活压力啊，对不对？因为什么？吃的不健康啊，对，都是要。那将来的呢，应该还是会需要健康的。所以说，健康行业啊，真的是不管是500年前啊，将来500年以后也好啊，健康这个大行业应该是可以说是一个长远的行业。那么好了。既然我们说大健康是一个长远的行业，那我们现在接触到大健康的东西，外面卖的东西多不多啊？哇，又是吃的，又是用的啊，很多很多是。你要去市面上看的话，呀，像我们什么沃森啊，像我们什么嘉宾啊，那里面卖的东西是不是很多啊？你自己都不知道。我身上有这个问题，我要去选什么样的东西来吃，是不是啊？就是很有很多这样或者那样的选择。所以说你看，既然我们认为大健康是一个趋势，是一直会存在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大健康行业里面做一个什么产品就比较重要了吧，对不对？你为什么说不选这个，哎，我要选瑞威？为什么？因为我们瑞威有这么一个好的产品在里面，
因为我们瑞威公司有这么一个独特的产品在里面，对不对呀？那这个产品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到底会有怎么样的魅力在里面？我想应该大概啊，就说它有这么几个特征了。我们先看看啊，第一，它是什么高价位，哇！如果我们的产品，普通的人一听这个价位的话，他可能就会一声哇，蛮贵的啊、哦，对啊，是蛮贵的。那你要知道，我们公司是什么？我们公司是用那个活细胞疗法的，是采用的活疗，它本来就是一个很贵的东西啊，是不是？那你看啊，活细胞疗法在以前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它只是少数的几个人才能用得到的？是不是在市面上很少有人有机会或者有这个能力去注射这个干细胞？所以使得我们啊，真的是很少有人真正体验到这个活细胞可以在我们身上啊这样的一种效果。那当我们的老板把这个活细胞疗法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口服的胶囊，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得到它，那当它在我们的市场上面啊，开始有很多的领导人享受到这个服务，当我们很多的用户啊使用到这个产品，体验到它的好处的时候，这个见证啊，这个可以说是功效也好啊，是不是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是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啊，实际上卖的东西不是说我们卖贵，而是本来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贵的东西，是吧？ OK， 然后啊，高价位实际上每个人啊都有他自己心里面有个衡量的，为什么？因为说在每个人的心目中，价钱高价钱低是不是只是说一个相对的概念啊？对，比如说同样一瓶水，你在超市买可能只要1块钱，你放在那个什么宾馆买，旅游景点宾馆可能要5块吧。是 OK， 那你说在沙漠里面没水的地方，你这一瓶水要值多少钱？对不对？它实际上价位的时候，同样你看，同样一瓶水好了，它所处的地方不一样，它的价格就不一样，对不对？这是本质。那第二个，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啊，说价钱贵啊，哦，这个东西太贵了，那个东西太贵了，是什么原因啊？关键还是什么什么？是吧？我们的口袋，我的口袋里面有没有钱啊？是不是？如果说你的口袋里有钱的话，你会在乎这个价钱的高与低吗？哦，那我就说，比如说呢，一般的印象当中，我们的家庭主妇，她去菜场买菜的话，她肯定的，她关心的是什么？关心我卖的东西哦，同样花这钱，我是不是要卖多的量？啊，那个价钱是低的，量要多的，对不对？可以给我们吃的，对不对？那也还有一些人，他如果说讲究点生活品质的话，他去超市买，他可能就要选那个，哎，这个是不是无公害的？这个是不是有机的？对吧？他的要求就会长得比较高嘛，对吧？那同样的东西，他要求的也就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讲，如果撇开考虑自己口袋有没有钱的话，我问你，同样一件衣服，一件是1000块的，另外一件是5000的，你会选买哪一件？啊，不会选啊！啊，你们如果去买衣服啊，一样一件衣服，一个是5000的，一个是1000的，你会选哪个？啊，因为不用考虑钱啊，对啊，我只要我喜欢，肯定是价钱高的吧？对，那一样的，一部车啊，一个是杜亚达的。啊，另外一个是奔驰的，如果你不考虑口袋一块，你要选哪个车？那肯定要买奔驰吧。最简单的，我去榴莲摊买个榴莲啊，对吧？哇，什么猫上王啊，30块一个溜的，还有什么小小米的，5块钱一个溜的。你说不考虑价钱，你去选哪个榴莲？
那就是什么？所以说，撇开这个口袋里有没有钱，我选东西是不是要选最好的？对啊，这就是一个人，是吧？这是一个人便宜嘛，对不对？东西我肯定要选好的，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高价位啊，真的是，如果你不考虑这些的话，那应该不在乎，这不应该是我们考虑的一个，对不对？那还好了，人们就说，哎呀，高价位，那我是不是很难卖啊？价钱高吧，对吧？很难卖。那我们这么讲吧 ，LV 的包贵不贵啊？贵。它好卖吗？好卖。你想买 LV 包包，对不起啊，没有，你要排队啊，等我们有货了再给你，是不是啊？那就我们普通的包包啊，10块钱一个的啊，20块钱一个的，是不是到处都是啊？啊，你会去抢那个包包吗？不会嘛，对不对啊？但是那些店，你说价钱好卖，那他的生意应该很好喽。但为什么过了3年？哎，那店怎么不见去了？为什么？你卖便宜，那这个店还在吗？应该赚到钱了呀。哎，但是那个店为什么不在了？因为他赚不到钱了，他就只能关门大吉喽，是不是？所以说，高价位不代表低价好难卖，低价位的也不代表你有市场。要不然的话，我们以前总是嘛，要不然的话，你的奥托早就把奥迪给干死了。那你为什么现在满大街你都看不到那个奥托啊？这个是便宜，应该说大家都卖了，为什么看不到啊？哎，满大街都是为什么一个奥迪啊？是不是？所以说便宜的不一定就是表示你能存在，便宜的不表示你能干过贵的，对不对啊？啊，这是一个。那再来啊，我们讲，如果说，你的产品卖的贵，哦 ，OK 了，我们。一套大家都知道吧，3988。那我们就考虑一个问题啊，在同样的价钱，同样的你的那个咱们说佣金嘛，那个比例是一样的话，你要去买3988做一个销售员的啊，你要去卖那个3988，还是要你要卖39.8？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同样买掉一套产品。我同样花2个小时，我同样去买杯咖啡跟人喝茶聊天啊，花这点时间跟他成交一套3988，还是你喜欢花2个小时跟人喝一杯咖啡，然后呢去卖掉一个39.8？你说哪个赚得多啊？那如果说你要想买39.8的赚到和3988一样的钱的话，你是不是要跟人喝100杯的咖啡，花200个小时时间，你才有可能赚到一样的，是不是啊？啊，那这个生产力，咱们说这个效率，你认为是哪个好啊？那当然，我只要卖个3988的，我就能得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了嘛，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市场上面，咱们也不是说啊评论人家了，咱们我只是说跟我的感受啊这样比较了。有的人是不是喜欢买东西啊，很便宜的100，很便宜的200的，哇！你看人情拉了很多，东西卖了很多，啊，辛辛苦苦的哇，到头来还赚不了多少钱。那我们这个东西呢，你可能只要卖到2套。我的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就够了呀，是不是啊？这就是效率嘛，做事要讲究效率呀，对不对啊？那还有你买这么便宜啊，哎呦，好像是有的时候我们从做 MRD 啊，你看啊，从九龙 West 做到这边不动要不要花钱啊？你买一套39.8的，你取了货给的客户送去，你要花钱吗？那可能你连这个车位你都扛不住，是不是啊？啊，因为要便宜啊！你看，好像是卖到东西了，好像是有生意了，但是你有没有赚到钱啊？对啊，人很现实呀，你花
好像这里面没有人叫什么，我们叫活雷公啊，你没有义务做那个义工啊，对不对？我在这个社会生活，我是需要本钱的，我要来赚钱的。我买了一套39.8块的，我赚的钱都还不够我拿去给客户的，对不对？或者说，哎呀，这个客户很 steady 的，是报你啊，给你买了十套，厉害了吧？厉害！哇，你给我买十套了，那我请你外面吃一餐。好了，我买十套赚的钱，可能还不够我去请他吃一餐的呢，是不是？这咱们也要考虑，就是说，你既然花了这个时间，你花了这个能力精力，我就要赚到我想要的东西啊，要不然真的是你辛辛苦苦做的，你还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是不是啊？对。所以说要争高价位，本来就说都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哦。那好了，重复消费，那有我们的产品啊，我们就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肯定的嘛，有应该说碰到这两种，一种就是说耐用品，一种呢是快消品。什么是耐用品啊？耐用品就是说我买了这样东西，可能10年8年我都不会去用了，我不会去换了，对吧？比如可能你家里买了洗衣机，那我这个东西肯定啊，10年8年的没情况下，我就一直用它了吧，对不对？就是说，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很快的，对吧？可能你每天每时你都在消费的，你都在用得到的，是不是啊？那好了，那我们这样的产品为什么会选择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很多其他的，你可能看到人家也在做什么，也在做卖床垫的，卖水机的，卖什么卖按摩仪的，是不是这样的很多啊？那你想，如果一个产品啊，它的消费周期很长，那你有没有这个销量啊？那如果没有销量，你哪来的收入啊？对不对？这个都是很相关的。我们讲了，你没有销量，你肯定没有收入啊，对不对？那你看，如果说我去买一个水机，这个水机很好，你可能我一家三口人每人买一个水机吗？那不可能的呀，对不对？我家里面要一个水机就够了吧？那你看，你要去做那个生意的话，你是要等久久啊，你才能去做到这么一个单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产品好不好啊？好，每天多吃，对不对？我正常的，我是正常的，我是很健康的一个人嘛，我是不需要那么表演的，但我也是每天两粒。那这边有的领导呢，可能是4粒啊，每天可能是6粒，每天夸张的一天都要10多粒呀，是不是？对。那你想好了，我们一套产品，你这样10多粒一天的话，多久就可以把它用完了？是不是就很快嘛？就说我们这个东西，它是说是一个重复消费，每一年、每个月都有可能你会卖到这个产品的，是不是？这就是说它有这样一个重复消费，让我们有业绩在里面。要不然，如果说没有业绩的话，那肯定就是没有收入嘛，是不是？OK， 那还有什么？我们还有一个独特性，就什么意思啊？就说你看，我们是做这个行业的，刚才已经说过了吧？我们这个行业真的是吃的、用的、什么服的一大堆，对不对？你想要什么的，可以说人家都会给你找出你想要的东西。所以说，在这个市场上面，这样的东西可以说是很多的。然后一般的我们所看到的市场上面，可能说讲到保养品的话，你想到什么？领子保湿粉啊，冬虫夏草啊，鱼肝油啊，等等。所以说这些东西，你看我一听，这个东西很厉害，我随便到外面什么药店或者什么这种店，我都可以买得到的，是不是？何必要找你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啊，独特性
真的很重要。有的人啊在讲，哎，我们这个产品，如果说讲到养生、讲到保健啊，他们有的就说了，哎呀，我如果要去听这种新的产品、新的那种分享的话，我在市场方面，我可以一年里面啊，每天都可以去听这样不同的新的东西，而且不重复，不重复是吧？所以说你看，真的是可以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选什么，我们有什么东西好像适合我的，对不对？那么说实话，这个产品的独特性，它一定是独一无二。我在这个市场上面就找不到和我们产品相类似的，它是很独特的一个存在，对不对？那么我们产品的独特性，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就看一个影片吧。珍稀成分，独家高效配方，核心要件 Nucleic Acid， 鹿胎活萃 Service Center， 鹿茸辣萃 Wellness Center， 虎亚深造 Engine Zen， 活化医美 Exiton。匠心铸造，灵魂制作。哦，真的是啊，给我们一个产品啊，一个热烈掌声。你看我们这个产品啊，这个 style 做得很酷啊啊！那刚才看到的啊，你们有什么印象？刚才看的这个产品，哎，它有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说它这么特别啊？啊，我们看，首先它里面有什么？啊，它里面有高科技，对不对？说实话，一般你在外面的产品啊，你去看，没有一个产品啊，都随随便便有这么多的科技在里面，对吧？那我这里看一个什么科技啊？我看 ，OK 了。你看这个冻干保存。这个冻干保存的高级，就是你看我们以前只有富豪名人啊去医院里面供那个打干细胞的，是吧？使得通过这样的科技，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得到这样一个高科技的东西，你说好不好啊？啊，还有个残疾包容技术，对啊，一般普通的你在外面啊。可能有的人说我们的产品也有什么浓缩啦什么的，但它也没有这个餐饮包容技术，那就是什么？它的吸收的东西，它你在吃进去东西，我们说吃进去东西啊，它就这样的嘛。首先经过胃嘛，对，你经过胃，那首先在胃里面融化分解，它在这里面一些营养成分都已经得到了，已经受到了损坏破坏。那经过我们这个肠衣包容技术，它就使得我们的有效的营养分子可以直接通过小肠得到吸收，它的吸收效率就可以得到高达60%-80%，是不是啊？对对 啊，这是高科技。那还有什么？还有的啊，五大专利成分，是不是？那专利成分大家这边说都应该了解吧？专利成分是什么？就是说只有我们公司有啊，其他公司。没有这样的一些技术在里面，是不是啊？你看专利成分的，咱们就讲这个比较熟悉的吧，啊，这个比较熟悉的吧，因为第六代就有，对吧？第六代就有这样的产品，啊，为什么？它里面就是什么，从
是吧？百草园里面整座的百草园里面啊，提取出的那些物质，它不是说光光从它骨石里面的，啊，它就是说从整座的百草里面，从它的根茎叶呀、果实、花之类的，具有提取这种丰富的，可以说是抗发炎的这个 B 细胞的总开关，啊，它可以说有效的控制我们的那个发炎嘛。对，都是什么？你看有这样的专利的专利的技术啊，那还有什么？还有你看我们这个全面的配方，对吧？全面的配方，你看除了五大专利，还有其他的包括九个成分啊，在里面。那我们比如说，这好像我们看看啊，觉得这些哎，好像这些很普通嘛，这些好像。我在市场上面也看到过，哎，这样的吧。但是，说实话，你在这不是说普通普普通通的就这样放在里面的，对吧？它都是经过什么科学的研究试验啊，得到这样一个完美的配方，对不对？啊，这就是说，你看我们的产品是吧？它的特点是什么？有我们有六大科技，啊，有五大专利成分。还有14个全面的配方，啊，这就是什么？我们这个是产品的独特性，对，两年招的呀。那讲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公司的独特性，什么意思啊？2008年开始，我们公司卖几个产品啊？啊，只是唯一的，对不对？啊，你看啊，其他的保养品公司是不是会有很多的？产品在里面 啊，你要去买东西的话，哎，可能不像我们这样很简单的一瓶放在我的包包里面就可以到处走着卖了，是吧？你做其他的可能啊，你要背一个大包放的东西，或者呢，你可能拿个行李箱拖着走，对不对？为什么？里面有很多产品啊。啊，曾经我的一个阿姨，她在中国几个。A 公司保健公司的啊，他做 A 保健公司的啊一个产品，然后呢，每到晚上吃完饭了，他就要跟我们说什么？哎，清桌清桌，什么叫清桌啊？要把桌子收拾一下啊，他就把他的东西拿出来啊，开始给我们做什么？什么酸性的、碱性的啊、溶解的，又什么去油等等，乱七八糟一大堆的实验。为什么？他要证明给我们看啊，这个产品的。效果或者做这个产品的这种反应啊，真的好像搞得把一个实验室搬到家里面一样，是不是啊？你看啊，这样的话一般来讲能吸引到一些人家说是有层次的人去做这个东西吗？对啊，不会啊。你看像我们前面的很多领导人，他们以前为什么他们可以从其他的行业可以说转入这个行业来做，为什么？因为简单啊，我们出去跟人家分享，我们只要拿一个产品就好了嘛，是不是？啊，这是产，就是说我们一路来只是做一个产品，啊，只是到了只是到了，啊，不对，搬到哪里来？啊，不是，搬快了，啊。所以讲一路呢，我们只是真的是做一个产品啊，只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我们再增加了一个什么一个美容的产品。那说实话，这个美容产品也是很独特的。为什么？它里面有27种的专利配方，对吧？它里面没有一滴水的啊，不管是男人女人啊，我们有的时候只要用那个喷一下，对吧？就得到你所想要的那种美容的效果。啊，它本身也是一个很独特的。那讲到，为什么你看我们的产品，那一般的概念啊，哎，你有这么多成分在里面的，一般情况下都是什么？都是一个成分做成一个产品。那这样做就是什么？就是好卖啦，价格便宜嘛，然后呢，老板可以多赚钱啊，对不对？你有14个产品可以卖。多赚钱啊，对不对？这是我们一般人普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嘛，对不对？只要啊，我只是一个产品啊，
做一个成分做成一个产品啊，然后呢价钱又低啊，又好卖，老板呢又多赚钱，对不对？哎，但是我们的老板啊，他就是个不一样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他叫雷蒙峰嘛，啊，他的名字里面就有一个峰字啊，他的想法啊就是跟人家不一样，他所考虑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就是要方便，对，就是什么呀？就是让我们啊用产品的人，可以说如果一个产品可以只是用一样产品就可以帮我们解决到人身上的所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很方便啊？对，啊，比如说吧，就说我，你们看起来，但是我是个棒小伙嘞，还是小伙一个啊，小伙子一个，身体很棒的，没问题的。但是你看，就我每天服那么两粒，就可以啥帮到我身上什么问题啊？痔疮的问题，啊，那个腰椎盘突出的问题，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还有那个皮肤瘙痒的问题，还有那个什么眼睛的问题。那你想好了，在我身上就那么一个东西，就可以说在这方面都可以得到一个帮助，那是不是我就不需要要去买什么保肝的，要去买什么补肾的，要去买什么胃痛的等等各种各样的药了吧？是不是啊？我只要一个我就可以解决。所以你看这个方便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特色啊？对不对？其他公司为什么他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可能认为啊，不是说他们不行，有的时候不是不想做，而是什么？他们可能就还没得到这样的技术，他们还没有做到这样的程度。所以只是我们公司，你看他就可以用这样一个产品，让我们都可以说人体上面心肝脾肺肾各方面都能得到很好的帮助的话，我何必再要用其他的十个产品来帮我解决问题呢？是不是？所以说啊，真的是要为我们公司做出能这样一款产品就可以解决或者帮助我身上所有问题啊，这样一个产品，给他一个掌声。好了，那我们看还可以说，可以说是产品还可以叫建立，什么这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如果说没有用过产品的人，可能就会想，哎，这个东西有什么，或者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帮助？对吧？那我们就说通俗的讲吧，我们的产品里面有什么？有鹿茸，有鹿胎盘。那自古以来啊，鹿茸、鹿胎盘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辅助品啊？对，啊，自古以来就有。以前皇帝是什么？喝鹿血，皇后吃鹿胎，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的观念嘛，这个东西肉身百宝啊，肉身上都是宝，对不对？你这些东西真的都是在中药店里面，以前啊都是在中药店里面，而且都是很名贵的中药，对不对？那还有我们都是嘛看过很多影视剧，那对魏小宝有没有印象啊？哇，魏小宝啊，女人堆里面可以说是左右逢源啊，他还有这么能力啊，一直可以保留他的那什么雄风，为什么？对吧？也是嘛，因为这个产品的帮助啊。那现在日本，你看日本癌症协会1995年就认定了我们这里面有什么那个鹤藻糖胶啊，它有什么？它是具有防癌的作用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产品去到日本，只要跟他们分享，哎，我们这个产品里面啊有那个鹤藻糖胶啊这样的成分，有的说实话他们就可以说是二话不说就认可我们的产品，对不对啊？因为他因为有这样的成分啊。再比如我们最近啊一路来都听到了有钱的富豪或者是有名的一些艺人，以前啊都跑去哪里啊？跑去瑞士去打干细胞，对不对？都去注射
干细胞啊。当然了，现在方便了，可能在我们周围的一些大城市，我们也能得到这样的服务。那这些东西本来啊都是由富豪名人才能够享用得起的啊。那么在我们公司通过这样一些高科技啊，通过把这样一个注射的东西变成一个可服的，让我们能够方便的得到的东西啊，使以前那些只有皇室贵人啊，我们的富豪名人才能够用得到的那些名贵的药材啊，通过这种高科技，让我们在座的普通的人都有机会，都有能力去享用到这样的产品。我们是不是说应该要给这个产品一个肯定的掌声啊？啊，所以说啊，就讲到这里，不管怎么说，你看前面的高价位了，可以重复消费了，又是很特别啊，又可以说你一听到这东西就想要的，是不是啊？这个产品，那说到底，咱们还是什么？产品是以效果为说话的，对吧？你这个产品，不管是价钱高也好，价钱低也好，关键是我吃了，我要有效果啊，在我身上要有作用嘛，那我才可能说是我花钱去买嘛，对不对？那你说这样的效果，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什么六大科技，五大专利，14个成分在里面的，对不对？在服用，我们平时啊，你看是不是很简单？可能啊，我早上起来啊，走进厨房啊，打开冰橱啊，拿出两粒，我一吞，是不是我就可以得到在手术台上才可以得到的效果啊？是不是？那还有刚才讲的，我们这个产品它里面有14个成分，好像看上去都很普通，都能够在市场上面找得到的。哎，那我是不是说，哎，我就在市场上面我买来了，我拿这些成分，我自己去熬碗汤，我来喝，也有这样的效果了？那有没有啊？没有啊，不会的，是不是啊？对啊，得不到这样的效果啊。那还有，有的人也会讲，哎呀，你这里面不就是番茄红素吗？我们公司也有番茄红素嘞，我们的卖很便宜了，1-2块就可以了。哇，你们的卖这么贵，真的是很暴利啊！还有的说，哎，你们里面不是说有2-1什么那个技术吗？我们公司也有啊，也有不同的产品呀、啊。啊，你们又卖这么贵啊，你们也很暴利，有没有这样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啊，还有的可能说，哎呀，鹿胎素、羊胎素，好像新西兰到处都是哎，对啊，哎，他们觉得好像也没买那么贵啊，哎，你们公司卖这么贵，哎，是不是暴利？我们啊，在市场上面是会听到客户都会反映这样的问题啊，会有这样的说法，那我们也会很好的跟他们解释，哎，可能这些东西并不是说因为你不了解这个里面的东西嘛。比如说你说番茄红素外面市场上是也有，那可能它只是一个浓缩，对吧？它没有刚才用到我们这个什么长溶胞液技术，那它只是简简单单的吃进你的肚子里，那在胃里面的话，因为每个人的消化吸收不一样嘛，对吧？它在你身上有用，但不一定在我身上有用。在我身上有用，也不代表在他身上有用，就是因为他要通过胃酸，所以说啊，等你吸收的时候，每个人的效果就不一样。但是我们公司就有这个高科技的那个肠衣包容技术，使得我们的营养分子啊直接在小肠里面吸收，对不对？它就是保证了我们的吸收的效果嘛，对不对？那也是。其他的一些技术，那些公司可能也他们是不舍得花这个钱
把这些技术用在这上面，是不是？啊，所以说啊，我们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因为有这些高科技啊这样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可以说是与众不同的一些效果。那在我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还想讲一点，有的时候啊，我们外面去买东西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做事也好，是不是有的时候人家比较便宜的，可能就是人家说吧，哎，可能是做人情，或者说是施暴来帮人家卖。那我们做市场的话，是不是真正要了解我们这个产品到底是我们有用的才去做，还是说我只是为了施暴你而做啊？说实话，因为什么？因为我要去支持人的话，我可能就是支持一次两次咯，对不对？真正的你这个产品有效果了，才会让我们这些领导人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说一直的坚持做下去。要不然啊，如果说这个产品没有效果啊，如果说这个产品没有市场力啊，没有说服力，那么我在想，我们可不可能像前排的领导人一样，就是放弃他以前做的很好的一些生意来从事这个行业啊？会不会啊动用自己的人脉，或者说是动，你看，动到自己的亲朋好友啊，一起来从事这个行业，都不会，对吧？真的是一切都还是以这个效果来体现出我们这样的一个结果嘛，对不对？对。那好了，在今天结束我这个分享之前呢，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啊。以前啊，有个人出去旅游，然后呢，他走进一个小山庄，要渡过一条河。那个条河不宽，但他不知道深还是不深啊。他在看哦，看到一个旁边一个小孩在玩耍啊，他就问：“哎，伯爷，过来，我问一下那个河可不可以过啊？”那个小男孩啊，可以的。哇，那个男人就听了话就过去了。捧淹死了。那些警察过后，那些警察来了解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结果调查出来，是因为那个什么听了小男孩的话啊，才这么做。然后呢，他的爸爸妈妈就很生气：你天天在这个河边玩耍的，你不知道这个河很深，不可以过的吗？那个小男孩就说：我哪知道？我看那个鸭子腿短短，每天都可以游来游去的。我看那个狗狗腿长长，肯定也可以过的咯。什么意思啊？问事情要问对人。你要了解这个公司，你要了解这个产品，你不要在外面乱乱问人。我们新加坡地不大，从东到西啊，也就一个多小时啊。你要想了解这个产品，你要想知道这个公司，自己拿眼睛来看，自己来体会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好吗？好，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